大姐好，我是樊大姐。今天中午俩闺女回来，都拉亲家了，这煮饭，吃饭来了。回来吃饭呢，不是回来干活。我干半天活了。你看一说闺女回来了，老天爷的，买真大一块肉。哎，这都回来了，我就不吃了。那我平时给家你咋不买肉嘞？天天萝卜白菜，萝卜白菜。萝卜白菜很快就是。萝卜白菜你这肚子吃的大。这因为没营养，所以吃的多，吃的多肚子都大。光吃到营养的，吃一点就饱了。我媳妇儿操的了。跟那闺女做啥好吃的？我熬，这都真香了吧？你是不是玩意儿？你到这儿才发现。你说吧，你有啥意见？这近十年来你才发现真香，你是不是玩意儿？那我这用不能，为啥呢？再弄几，反正要带着呢。这真来保重吧。真真终于说实话，我是实力很。我说的不亲。我说的不亲。我给你就听你说吧。我是咱们的，真真叫。菜汤，这是隐瞒了三十多年的秘密啊！今天终于我做了，终于揭晓。我说昏迷了，你都，我昏迷了，我做的都，白菜，白菜，豆，山当，粉条，香菇，还有粉条，然后还有肉。不是放菜哟，你控制一下。我跟他好好控。看、老大搁这煎辣椒了，很表现的。今天成天不干活，再回来了不是干活的，先替你干的。买钱也不给我，都给你上。买钱也不给我。有啥？辣椒。辣椒。你说辣椒。辣椒。辣椒。你说冷。刚才不会。冷。他啥都不会讲。调好了热啥料不用腌，一杯都不够用了，这是贵了。哎，姐姐，早上不想炒菜了，那你煎。我这是炸的。最喜欢吃素的是。最喜欢吃素的是。吃饺子的，过完还瘦嘞，吃到了晚上瘦。晚上瘦我谁吃嘞？能吃。晚上瘦我也没吃饺子。晚上瘦是东西。晚上是不是我拿青椒的？很多好吃的嘞。那晚我照个视频就到这儿了，这是爆了一个惊天秘密。下个视频看做饭。谢谢大家，再见啊。弄了三十多年，我是实力很，你看。就咱们亲娘去吧。